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搜寻引擎除了我们用 RS 的订阅以外，很多时候万一你没有找到适合网站，你还是要用搜寻引擎去找，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跟搜寻引擎相关的，好，相关的。那首先呢，各位画面我就先切换一下喽。首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Google 现在有一个服务叫做知识图谱，有吗？没有。那你看哈，平常我们在找一个关键字的时候，大部分各位都怎么找？这还用教？打下去就找到了。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找的这个关键字，它有很多的资讯，比如说你找这个是一个事件，还是一个人，反正人是实地物都可以啦。那你一找了之后，比如说最近你看天气冷了。武林农场对不对？还是那个像物色啊，我上礼拜去物色，明天要去物色，那边樱花都已经开了，所以可能就有人会查那些关键字，对不对？但是你查了之后，有没有可能所有的今年的、去年的、前年的、以前的通通都出来？那你也不见得对。假设我找物色好了，物色樱花，那你可能对这个物色，你只知道有一个物色事件。但是他详细资料也不太清楚嘛，但是有拍那个电影，你大概也知道，对不对？好，所以呢，这样就有一些困扰。所以 Google 呢，现在有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各位有没有用过百科全书？没有，现在很少人用百科全书，因为大英百科全书现在也不推出那个纸本的版本，因为太多册没有人要买。只有图书馆会买，然后用的几率很低，大家都用找的，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它的知识图谱就是类似所谓的百科全书，也就是你今天找一个关键字的时候，它会先把跟这个关键字相关的先做一个基本的介绍整理。那你对这个关键字在找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些基本概念？啊，这样再来找其他资料，有没有比较简单？我们拿一个 sample 来看看，好不好？来，你看我们这篇介绍文章里面哈，他找谁？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嘛，对不对？周杰伦嘛。好，我们来找看，你看看平常我们找的都是左手边的，对不对？啊，他可能有唱过什么歌，有什么照片，啊，导演演过什么戏都知道。可是我们在右手边这里会多出现这个，这就是知识图谱。好，知识图谱，你看他有帮他做一些基本介绍，有没有？那。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身高多少？有没有？我们直接这个点开哈，看一下。哇，太小张，没关系，我们直接进到那个 Google 的网站，直接搜寻就好了哈。好，你看了哈，在这边。它有一个那个 Google 的那个文件了哈，那个影片哈，你也可以去看。好，你看有没有看到右手边有出来了？这就是它的知识图。你看哦，没看这个我还不知道，他是33岁，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连出生在哪里都可以知道？请问这在哪里呀？林口，没错吧哈？所以不小心有没有都知道一个？对不对？身高也知道的嘛。如果是女明星、女模，可能又又会多一些。然后呢，她有拍过什么电影？这没问题。连爸爸妈妈是谁也要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再往下看，她唱过什么歌？对不对？啊，这里也都有，有没有？有相本没有问题。那哪些人跟她有关系？这两个我可以不知道，但是这个我一定知道。你了解这个概念了吗？是不是像百科全书一样，我先找这个事件、人、事、实地物，我就可以先对它有一些基本概念。那目前这个功能还是就是以英文为主啦，所以中文的可能我们暂时还找不到。但是如果你找的是用把它翻成英文的关键字，它这个资料库在慢慢建制中。好，所以可能真的以后就没有百科全书了。好，所以类似像这样的功能，这样叫做知识图谱，这样了解了哈，所以蛮特别的哈。大家平常比较少，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找关键字，它是不是都会给你很多答案？
对不对？很多那个相关的。可是呢，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哈，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把现在的搜寻型做成像什么？有没有用过那个 iPhone？没有用过 iPhone， 也听过它 iPhone 5有一个功能叫做 Siri， 会讲话那一个，有没有比较 smart 一点？用讲的他就听得懂，然后还要跟你对话，对不对？那么你看，比如说我就问他今天天气如何，请问如果你在 Google 打今天天气如何，完了，他不知道，他要回答你是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对不对？你如果用像现在那个 Android 系统的，它的那个搜寻引擎哈、哦、，Google 搜寻也有支援语音的，因为它可以定位嘛，所以可以知道你在哪里。好，那但是这样，我如果用这个怎么办？不行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有另外一个这个搜寻引擎是长得像这样子的。你看呢、哦，我过去那边问一下，当然他现在听不懂国语了哈、哦，我要打英文的。比如说，我就问他天气，对不对？我只问他天气，好，然后呢，我们看看他怎么回答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用搜寻引擎，常常会得到一些什么太多答案，内容太多。可是我平常要不是那么多啊，对不对？我只要问天气，你敢看，他有没有告诉你？哎，现在台北天气怎么样？还不错吧？他知道你从台湾来的，他不知道你在嘉义嘛，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来改一下。你看他说今天、明天、后天有没有？有没有都出来？而且他告诉你哦，最近的温湿度有没有都跟我们相关的？这样有没有觉得他比较亲民一点？好，我们来问嘉义，来，请问嘉义的英文要怎么拼？CHAIYI 这样吗？C H A 是可以吧？是 C H A Y I 这样。C H I A Y I 原来大家住在这里都。我问他嘉义的天气。好，你看台湾嘉义有没有？他就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啊，很好玩吧？有没有比较聪明一点？所以以后那个这个可能搜寻引擎也会再做一个改变，就是让你在问他的时候变成比较智慧型的回答，而不像我们现在搜寻引擎好像你问什么我东打打西打打乱枪打鸟可能都会打中这样，哎，他就会比较精准的回答你，这样了解了哈。所以蛮特别的一个就是那种搜寻的方式给各位看一下。那这个我们上次好像有介绍过了嘛，有没有找图片的方法？用拖曳的、啊，对不对？好、哦，但这个只有火狐跟什么 Google 的资源。哎，两位上次有来吗？没有，那这啊、哦，你也没有哈。啊、哦，那这个讲一下。好，这个以前我们找图片的话都怎么找？平常各位找图片都是直接找关键字找，对不对？但是用关键字找，你也得知道那个关键字是什么啊。万一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常会哎，这个人我看过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请问你的关键字要下哪一个？who 不好，对不对？谁找不到啊，只在你脑袋瓜里面有印象嘛。所以呢，你除了打关键字以外，你也可以拍照了哈，你可以拍。但是呢，比如说你看像我这里面我的，好，这里看一下，哇，好，这个我想要找这张图画，好，这个软体的画面，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那怎么办？你就告诉他，来，请你用丢的丢进来，有没有？以图找图，好，以图找图。那这个呢，火狐跟 Google 都支援， IE 就不要用了哈，因为不支援。有没有发现找到了？所以我可以用一张图片就找到网页跟它相关的，你了解了吗？甚至我可以找一些什么相似的，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比较简单？而且你会发现前面不一样，有没有？它还自动帮你把关键字找出来的，还蛮聪明的吧？
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那当然你也可以再这样，如果你今天我不要找这个，我就只找这个关键字，找图片，你也可以滑到这个上面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找到关键字了，可是我要找跟它相关的，好，比如说这个，你就先等一下，等它跳出来，有没有拉过来，我再用这个图再来找相关的，这样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好，平常我们都直接用关键字找，但是很多时候你只有图像没有关键字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比如说你去看到某个地方某个风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啊。对，现在手机都很方便，拍下来之后丢上去，哎，一找就可以找到一些，也许不见得能够完全找到，但是至少多一个机会，多一个机会就有机会找到你想要的啊。所以你看搜寻引擎的部分，我们让各位呢再多找找。所以云端里面，像如果是像我们刚刚 RSS 的订阅比较简单的已经存在的，当然我就这样收集，可是有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的，你一定要透过搜寻，那你就可以透过这几种方法再来找到你更容易找到要的那个想要的资讯。